每天晚上9:30 ，Animax 春节寒假异世界强档接连播放。1月1日起，世界顶尖的暗杀者转身为异世界贵族。1月13日起，转身贤者的异世界生活取得第二职业，成为世界最强。1月25日起，世界尽头的圣骑士。每天晚上9:30，3部异世界强档接连播放 ，Animax 祝大家宏图大展一整年。